你不能出来的话怎么办？对呀、啊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呀、啊。吃饼干，吃饼干，吃饼干。饼干，饼干，饼干。饼干饼干啪啪啪！对，最后。妈妈，加油！娟娟加油！你在我们这玩毛毛虫哎！你看，我俩可以。娟娟，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好棒哦！一手，他的脚都没有用力，纯粹都用手在拉。对啊，上来的，有他脚脚轻度一点，手在过去，手是脏脏的。怎么往前？屁股，屁股，小脚转过来，对，不是往前甩的，他刚刚往前甩下来的，倒。对，他刚刚真的只能往前飞扑。娟娟，你还没有认识美少老师，对不对？慢慢来。我们用看的就好，所以今天会有两个老师哦。对，耶、yeah。我们去，你看，我们在走走走。哇，今天加油！你会吗？不会。好，那不会我帮你。你会吧？你会吗？那加彩安。好，今天跟姐姐说我们要找什么东西？要找什么？还说不会，会好不好？骗我！哦，你好快哦！骗，他在追着。还想怎么做？有人追你就很快，赶快找吃的球给妈妈看，还要跳下去，跳，快点快点，先给妈妈看哦。第一个是什么？五三七五。好，第二个，打打拳。不是，再想一下。啊，喘。跟你的水壶一样的。是什么？你。翻，自己翻。第三个是什么？蜜蜂。对，再来是什么？蜜蜂后面是什么？这个是。想一想，你先看你的，你先看你的。俊俊，俊俊，这个是什么？想一想。球球。不是，你刚刚有说。嗯。是什么？那个，那个有轮子的是什么？有轮子。对，有轮子。轮子。打大球。自己翻。打大球。好，后面是什么？脚踏车的后面是谁？船。自己翻。船。对，在后面是什么？球球啊。再来呢？球球。球球后面是什么？蜜蜂。蜜蜂在这里啊。是什么？你说要吐的时候要用的。球球。不是，小球是这个。打球是这个。对。这个呢？老师是这样子，围在脖子上的是什么？这个是这样子的啊。围在脖子上的是什么？围兜兜啊。好厉害哟、哦！别放，成功了。